八罗塞哥酒驾，阿彩就可以接。好好。欢迎大家来到妹酷侠的不知道干嘛单元。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特别计划，叫做一分钟单元。今天一分钟单元要干嘛嘞？我的主角已经在旁边了。听说一分钟以内没有办法把一个吐司吃掉。你说一条还是一片？啊，是一片啊，对，要讲清楚。一分钟单元就是要来吃一片吐司，不配任何东西，把它给嗑掉。那我们今天废话不多说，就来进行我们的挑战。欢迎第一位参赛者。好，那我就先来吃第一片吐司了啊！我要急死。虽然有点糊掉啊。OK。好了，来哦。三、二。你怎么没有开始啊？我要讲一是不？三、二、一，一了。现在14秒，我们的选手现在吐出了一些20秒。你知道那伊索比亚的这些面包屑？一分钟现在30秒，40秒。40秒啊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看来是还没吃完。K.O. 好废，好难啊！为什么他在我立下呢？好干哦，他把人好粉哦，不要去喝水都是。我的挑战失败了，怎么办？那我们就只好请下一位。这应该没有办法有人可以挑战成功啊。难讲，我们下一位挑战者，欢迎我们的志祥。我们欢迎我们第二位挑战者，刚刚在旁边一直笑我。听说他就是之前挑战过，可是也没有成功。第二位挑战者，我可以切边吗？来切边？没有啊，没有在切边的。那一分钟计时了，来，好，没有，好了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他现在已经口水都被吃掉了。哎呦，他的吃法比较特别，他是一口一口慢慢的先把它吞下去，不像我一次把它全部挤在里面。他用慢慢的，然后用这个酵素，嘴巴的酵素去分解这个面包屑。讲干话，非常的厉害、啊。有吃过第一次，果然吃第二次这个技术就不太一样。1号参赛者36秒喽，很强他好像快完成了这应该有点困。42秒，是这样，我们居一志祥参赛者。即将，究竟谁可以拿到这10万元的奖金呢？剩9秒了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，哦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他在59秒多的时候成功了。下一位是，下一位挑战者阿潘，好，欢迎我们的阿潘。好。我觉得我一定是失败了。你刚刚看了他这样吃，应该是有什么技巧吧？我发现有一个好，有一个厉害的技巧，对不对？我先不说。哎呦！哇靠！你的吃法哦，大家要拿出他这个也厉害了。他把吐司呢这个面积做得更小，这样等一下你嘴巴的口水分泌才会更多的口水。可以计时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再者，3、2、1 ，Go！其实他这样应该会很难吃掉啊。不是啊，可是你要想，他可以咬一分钟哎，省掉了很多时间。在嘴里炸开了。也要够凶哎！一次就被吸干了，一次就被吸干了，不留余地的吸。时间来到了35秒，现在我们参赛者，刚刚从面有蓝色之外呢，现在好像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升华的状态。嘴巴动的幅度有开始变大，不太一样。46秒了。我们即将到倒数阶段，5、9、8、7、6、5、9、4、3、2、1、0。挑战者嘴巴，挑战失败。他的把口水会把吸干，没有，炸炸。缩小又不辣，在嘴里爆开的滋味。
请我们最后一位挑战者，那我们欢迎我们的阿豪来挑战我们的吃吐司一分钟单元。来，我为你准备了一片吐司。刚大家都有不一样的招式，大家这样吃起来有没有感受到那一股能量？其实我没有什么战术，没有特别战术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没有战术的话，这是最厉害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准备了哦，从零秒开始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哦，他先自己去边啦。这是什么奇怪的招式啊？不喜欢吃边的。啊，边也是要记得吃掉哟。哦，他先从这个好吃的地方先吃掉，然后难吃的地方留在最后才吃，这个叫做先干货。现在已经23秒了，23秒了，这么快哦？哎，是不是有加速？30秒。你里面还没吞掉，感觉会输哎。哎，47秒了。不是塞到嘴里就结束了。9 8 7 6 5 4 3 2 1，停，时间到。挑战失败。KO。OK， 我们最后一位挑战者，欢迎我们的阿台挑战一分钟吃吐司。阿台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看来蓄势待发。帮我们计时一下，一分钟哟。3 2 1，开始。好。好。他可能不吃边。好，加油，阿才，可以吗？把螺丝一颗球压阿才就可以接。好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刚刚说是下到46秒，怎么觉得他吃比我还快？50秒，阿才加油，阿才加油，4 3 2 1。时间到了，哎，他完全输哎，没办法，他不行哎，他没办法，他是属于慢慢吃型的。哇，挑战非常的失败啊！今天挑战这个内裤小男一分钟吃吐司，非常的失败，但我们还是有成功，也是成功，这真的是要非常的有天赋的人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。如果你们有什么吃面包厉害的方式，可以干吃，可以在底下留言，让我们知道你们有什么吃法特别厉害的方式，可以教我们在吃这个吐司给你们看。那我们今天内裤小男一分钟单元就这样到这边结束，期待我们下一集喽，拜拜。哎，我们时间来到了47秒，倒数10秒，9 8 7 6 5 4 3 2 1，时间到。